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六六数来宝》，表演者李菁、高峰、郭鹤鸣、何云伟、李根、徐广。给您换一场啊！刚才表演的多热闹啊！啊，这是后台的最著名的三位演员，没错啊，郭德纲、于谦、王月波，这么仨人表演一段非常辛苦，哎，到后台去休息休息，没错啊，仨人赶紧的把这口气咽了啊，咽了，就休息一下，把这口气换了哦，休息，哎，喘一喘，是，尤其王月波，嗯，好像300多斤，很重的身子啊，这么重的身子，嗯，说话这么别扭呢。啊，反正到后台去歇一会儿，哎，把您更换上来，是继续表演，哎，相声演员嘛，嗯，研究这么四门功课，什么四门功课？吃喝嫖赌，哎，不，先说这嫖就不简单，您给表演上这个字啊，这不介绍一下，不是这四门功课，那是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哎，您看这个说吧，嗯，说的太多了，都说什么呀？说点什么大笑话啊，小笑话。说个什么字印啊，打个灯谜，对个对子，说点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这都归为说。哎，第二个字是学，学什么呀？学的也不少啊，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人言鸟语，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聋的打岔，哑巴打手势，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归为学，包罗万象。第三个字是逗，哎，说学逗唱，逗在其中，是啊，把大家说乐了，这都归为逗。哎，末一个字难了，哪个字啊？是唱，唱什么？有的演员有误解，嗯，往台上一站唱京剧、梆子、评戏、越剧，那叫唱吗？那叫什么呀？这归为学，哎，学唱，说学逗唱，这归学一类。对，真正说相声的唱，唱什么？有这么几种，您给介绍。你比如说太平歌词，那是本门的唱，数来宝，嗯，快板书，是，相声演员都得会，没错。拿太平歌词来说吧，啊，从古至今唱得好的没有几位，寥寥无几 啊老前辈里汪兆林有，好，嗯，杨少奎，嗯，吉平三，荷花女，荷花女是，包括郭德纲，哎，唱的都好，是是是，可惜呀，啊，这几位都已经故去了，哎，幸亏我还健在。不不不不不，除了您还有一位，谁？吉平三。吉平三干嘛？郭德纲活着呢。郭德纲，哎，活蹦乱跳刚下去啊。哦，还活着？不是啊，就是虽然说他还活着，差点把心里话说出来。他很忙，是很少有时间给大家唱，哎，对不对？不过这些日子他时间比较多一点，充裕了，能给大家演出。哎，太平歌词会的人太少。是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啊，数来宝，嗯，快板书，这个相声演员也得会。对，这也属于唱。哎，我还最喜欢唱。好啊，最爱这个。那您给唱一回。在这儿唱不了啊？怎么没有乐器伴奏？我唱不了。那怎么办呢？哎，不用。不用你找啊？怎么？我这儿有乐器啊，在这儿呢，自备。你瞧，这小电子琴，怎么样？这哪儿通着电呢？这不都电线吗？稀里哗啦的。你不怕电死啊？这个呢叫火线啊，这叫火线。哎，对，这么拿着电不着啊？我怕电着。那是。这您知道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七块板。哎，知道，这不是要饭的吗？这人就讨厌啊，讨厌拿着七块板伴奏，这叫数来宝。哎，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哎，那你们改了，要钱，那不一样吗？他跟要饭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要饭来了，大爷大奶奶客气半天，就许不给，唯独数来宝的来了啊，往这儿这么一站，您就得给钱，就得给钱呢。对了，那么我要是就不给那怎么办呢？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听。没你这样的，我就这样。没你这么轴的，我就这么轴。没你这么拧的，我就这么拧。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你就这么不是玩意儿。甭拿这话绕腾我，你得说我就这么不是。我那都是他们那么说。不是，人家都给钱，你凭什么不给啊？凭什么？我有个外号您不知道吗？叫大眼珠子啊。不，这跟给不给钱有什么关系啊？那叫什么外号？我外号多极了，您说一说。刨子，你掌握的那些个还有什么呢？还有啊，磁公鸡、铁仙豪啊，哦，玻璃耗子、琉璃猫，这怎么讲呢？一毛都不拔，根毛不拔，哎，滑出溜。对，你打听打听，我也有外号。您叫什么？斧子。这斧子怎么讲啊？哎，你磁公鸡，我把你的尾巴帮一块来，
哦，您也能得着。哎，对了，我还有个外号叫钱锈。钱锈什么意思？哎，这钱到我身上就锈住了，就拿不走了。这么个钱锈。哎，那么个钱锈。我外号浓硫酸。嚯，这怎么解释啊？专烧您这钱锈啊！您甭说那些个废话啊，咱们俩人可以表演一回。表演表演。哎，行。我就去个数来宝的。那么我呢？您往这个桌子里一站啊，这桌子不是桌子了，那是什么？买卖家那柜台，就是那栏柜了。您站在柜台里头啊，您就是买卖家那内掌柜的。哎，我来，我是老板娘啊，是怎么着？就是那位掌柜的。你甭那位这位，我就是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哎，我来到这儿开始数，是你就准备掏钱，你呀、啊、数，随便的数，数来数去，你也是白数。我怎么白数呢？数完我不给钱，你不白数了吗？白数不了啊！来一回试试啊！你唱唱我听听吧。注意啊！哦，啊、不，你先等一会儿，等一句没唱，您上来。哦，这怎么意思？这您外行了啊！数来宝的规矩，这什么规矩啊？没唱以前先得哦，这什么意思？引人注意听。哦，吸引大家伙的注意力。哎，跟这京剧叫板那是一个道理啊，跟那个意思一样啊。这回我明白了，了然了吧？啊，您再唱吧。哎，哦，哎，这是叫板呢。哦，大家伙都注意啊。哦，您这轰鹅来了是怎么着？这是开始了。哎，你唱就得了。哦，这个竹板打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呀、啊、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那个减价大赠彩，我这那边写的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个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这个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家的臣三千岁，人又高这个马又大，抱头还眼把胡子炸，这个夏侯杰落了马，这曹操一见也害怕。哎，说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呢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这个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劲乐，您把这个铜子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啊，光嘴巴啊，身上穿这个黑大褂，手里头摇这个花折扇，这不扇屁股扇脸蛋儿。哎，走走走走走走。哦，让我走啊，我可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呢也没有啊，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个手啊，你要给钱我就走。去 吧, 去吧，让我去。哎，我可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来一回了？大掌柜啊，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这个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哎，我说您呐，来的不巧了。怎么？我们掌柜的没在家。没在家？哎，一句话我都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掌柜的不在，您老在，您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这个大掌柜的就是你。就是我呀。哎，是我又怎么样啊？我没钱呢。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的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的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这个票的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啊，我求掌柜的往外送。你贫不贫呢？哦，说我贫，这个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来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呀。我说你凭什么跟我这儿要钱呢？大掌柜，嗯，你听其详，打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把粮帮，借给你们吃借给你们穿，借来的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不论僧不论道
无论你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哦，你都要啊。哎，那么知道我这个买卖是什么吗？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好认不清啊。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说一说。切面铺。行了啊，竹板打我的迈大步。哎，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哎，您这个棺材真正好啊，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病人好不了。别唱了，谁告诉你我开棺材铺啊？你刚说的棺材铺。你什么耳朵？我说的切面铺。切面铺，哎，切面铺多没意思，没意思。棺材铺好，棺材棺材升棺发财。哦，哎，就棺材铺吧，就棺材铺，一头大，一头小。谁说开棺材铺的？我就开切面铺。别介，别介。什么叫别介呀？棺材铺那词儿我熟，熟，哪熟唱哪个。我就开切面铺，非开切面铺。有词儿您就唱，没词儿您下去。我别下去啊！切面铺这我唱不了，怎么就会棺材铺？哦，没学过这个，非要切面铺，那您挣不着钱了。我给你找一个会唱的。哦，还找帮忙的。嗯，我们那一大帮好些人呢。是啊，啊，给你找一切面铺，这个组织来唱切面铺的。你瞧，你看看，长得就像切面。哎，您站好了，我站慢条斯理的，站好了。他打算呢？啊，听一听切面铺，切面铺，切面铺大老板，大老板，啊，这是哦。这个老板唱切面铺，切面铺，行了，你给唱一唱，我给唱一个切面铺。得嘞，您先歇会儿。哎，太好了，唱好了我给钱。那太好了，哎，唱吧，切面铺是吧？哎，对对对，得嘞。是切面铺是吧？哎，打这么些废话，唱。板打的不错。咱们听听唱，这个竹板打，我就迈大步。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哎，对了，说准了啊。切面铺，这个切面铺，切面铺，卖切面。嘿，好词儿，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没有三聚氰胺，不，连蛆都没有，你知道吧？你先等一会儿，来吧，你别唱，别唱了啊！怎么了？我说您这组织别要他了，这还不如我那棺材呢。不是，您这又没辙，又没运，又没板，又没眼，这能叫数来宝吗？这不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吗？都是切面铺的事儿，不行啊！啊，您得唱的合辙押韵喽，合辙押韵。说您还没我明白呢，合辙押韵。哎，不就切面铺吗？这有什么？唱啊，听着啊。竹板打，我就抬头看啊，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对，这个切面铺耍大刀，耍大刀，说这生日满月用得着，要说面怎么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赶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滚到了锅里团团转的，把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的，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哎，那算不上来你混蛋。哎，是你混蛋。哎，你怎么骂街呢？我有道理。你先骂的。不是，你这给钱吧。什么叫给钱呢？别废话了，你他骂完了我再给你钱，我成贱骨头了。我们这唱的不错，就是好什么呀？真理，这不怎么样。哪句是真理啊？就最后一句。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出身汗，这不也合辙押韵吗？啊，出身汗也行。哎，不上口，他诚心。这人，你这给钱吧。啊，别废话。不，你给点吧。别瞧你们俩人啊啊！你拿，哎，真动手，你不是个儿，我告诉你。不是他一人，咱是俩人啊，咱不干了。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没错，那你先弄的，也不一定。哎，没给，你给钱，先给，先起内讧。干嘛？给钱我们唱多好啊！不怎么样，你长得就像切面，你什么眼神啊？就这眼神还切面呢？黑面的，嗨，那管什么？这不行，这不行，我不开切面铺。你这买卖不行，我换了。什么买卖？换成这个棺材铺。别呀，一头大，一头小啊。你就棺材铺熟啊，是怎么样？您告诉你这词儿我熟吗？我呀卖冰棍儿的，卖冰棍儿。哎，你这人这个天卖冰棍儿，他卖得出去吗？不是，您先把这词儿唱出来，我听听啊。我开春再卖啊。哦，非得卖冰棍儿？哎，卖冰棍儿行，来卖冰棍儿的。你看大冰棍儿来了。哎，
都愿意往里头站是吧？哎，来站这儿。您会唱这卖冰棍的？卖冰棍？你卖冰棍？哎，我卖冰棍啊。这天卖冰棍不挣钱，不为挣钱，卖着玩，卖着玩。哎，您唱唱就得了。卖冰棍啊？对对对。卖冰棍啊。您竹板打真有趣儿，大掌柜的卖冰棍儿，这个冰棍儿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喂，一头大来一头小，喂，这怎么了？你把他那勾出来了，知道吗？二声部，我卖冰棍儿，怎么出来棺材了？没棺材啊，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好往出拿。我就卖那两边一边粗的冰棍儿，这么别扭啊？那叫紫雪糕，知道吗？我就别扭了。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的冰，怎么样？哎，好词儿，好词儿，唱这么半天了，就这句不错啊。这多好！哎，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的冰。好，好，好。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的冰。您这个冰棍儿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的冰。走吧，走吧，走。啊。你不说好吗？就这您还给叫好呢？你刚才说词儿好，切木匠就一句啊，这词儿不错也得往后唱啊，后边多事，唱出花样来，我听听。吃冰棍嘛，哎，吃冰棍，吃冰棍，大掌柜的吃冰棍。好，我弄三根冰棍吃。吃冰棍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那还不拉稀呀、啊？那个吃冰棍拿起来瞧，小豆橘子有香蕉，哎，这个东西好，材料高，不怕烧，不怕烤，搁在火里都化不了。哎，这是冰棍啊，这火筷子，我让你唱火筷子了，您那下去瞧去吧，去吧去吧去。哎，这可不错啊，这可不错。什么呀？您这唱出火筷子来了，我唱出火筷子来了，那得多给钱，这什么多给钱呢？这冰棍得多好。不行，我换了。冰棍这也不行，哎，不行，又改棺材铺，什么一头小啊，一头小一头大了，又改的江洋折的，发花折了，又、啊、对，发花折，你还没我瓷实呢。这个我呀，开个新式的买卖，新式才那个买卖都太老了，新式的，哎，切面铺啊，什么卖冰棍的都太老了，太老，我改一个新的，骨灰盒，谁呀？骨卖骨灰盒像话，新式的，我开超市。哦，超市，超市，搁英语里那叫什么？叫 supermarket， 啊，你看看，还拽两句英语。哎、对 ，supermarket， 哎，有能唱这个 supermarket 的，没问题啊，来一个 super 的，哎 ，supermarket， 你看，这边啊，啊，唱一大商场是吧？唱一个啊，严实 supermarket， 哎 ，supermarket， 对了，对对对，这什么玩意儿啊？Market 是一七折，就把你会那几句唱出来就得了。哎，对对了，唱一这个，唱一个 Supermarket， 哎，大商场，大商场，唱得了，全好吧您那，露露脸啊。对，怎么样？不怎么样。哎，什么叫怎么样啊？老几位还真捧，您听咱这词儿，您听咱。哎，宝贝儿，我给你钱。哦、你给钱，冲我唱，我以为他给钱呢、哎。听着，让人注意，你离我，你远着点。哦，你有大身上，我有范儿，你知道吗？哎，这个打竹板儿，哒哒的响，老板开了个火葬场，火葬场。这就合着他，这不赖你啊！你在后头来，你没听清楚，不是火大商场，不是 supermarket， 不是火葬场场吗？火葬场吗？超市大商场，超市上大商场。哎，你老搅和我，我介意了，你离我远点，你离我。反正您这严实倒像是火葬场工作的。你看你老包庇我这大褂干嘛呀？都多亮丽呀、啊！这个、哎、太现货了，瞧着吧，嘿嘿，羡慕死您。哎白给我都不要，你看大眼睛、嗯、有什么关系啊这几句，这个打竹板儿，哒哒的响啊，老板开了个火、大商场，我开个火大商场，哎，大商场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这个地方好、
你们是一个地方毕业的，是怎么着？这都跟我学的。这商场怎么也一头大一头小啊？不爱听这句，有道理啊。大商场都是一头大一头小，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我给您讲一讲，合情合理。您听着，哎，这个大商场，嗯，哎，大商场，这个一头大来一头小，那怎么回事呢？听着，这个大商场，嗯，哥，你别搅和我，我给您伴奏。你不用，没板了，一会儿，啊、这个大商场。这个大商场，它是来来往往得过人呢。不是，不是那句啊，不是那句啊。这个大商场，它是安着门。啊，对，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说您这个商场好，一头大来一头小。啊，怎么样？好，真不容易。接着往下听。我这商场是按棺材设计的呀。哎，设计合理又精巧，一头大来一头小。哎，行了行了，不要这句，往下唱。接着往下听。哎，这个大商场设备好，电梯载着顾客跑，嗯，上上下下都方便，不买东西随便看。哎，大商场够规模，专门代卖骨灰盒。哎，不不不不，骨灰盒啊，快快快，好啊！快快来。拦不住你们了，是怎么着？拦我们干嘛呀？这多骨灰，饼干盒，饼干盒。哎，啊，您那个意思，您这个商场什么都卖，就是别的商场卖什么，您这个商场卖什么，对不对？我多咱说这话了，对不对？啊，对啊，饼干盒，饼干盒，饼干盒就是骨灰盒，我不唱那个，就是别的商场卖什么，您卖什么。啊，你们家是买桶饼干，吃完了往里盛骨灰啊？像话，像话吗？我想想啊，别的商场，您别。大葱行吗？行啊，行。您这个商场卖大葱，哎，您这个商场卖大葱，一头土内长，一头地上生着，这一头十来，一头空。您这个买卖真稀松，一年就卖一颗葱。哎，那我得陪着姥姥家去啊。那什么意思呀？我什么都卖，什么都卖。哎，不赖不赖，真不赖。老板还把棺材卖。啊，不卖。不卖，啊，除了棺材什么都卖。啊，除了棺材什么都卖。哎，这个叮铃铃，那个当啷啷，那个老板专门卖手枪，卖手枪的，卖大炮。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哎，我活不了了啊！啊，你把我送进去了，你不要就这个，给钱，甭废话，给钱。走，这唱的不，其实挺好，人作为一个喇嘛唱成这样不容易。你是根据那衣裳分析出来的，就是你琢磨琢磨，这出家人，你们这租着怎么什么样的都要啊？这多好，这个人长得就冲这遭雷劈的姿势，这也好不了，啊。这好家伙，这我教给他的，跟你学的就瞎了心了啊！这都不行，都不行。那还您这买卖不好，我这么办了啊，嗯，我洗手不干了，等于是从良了，不是的，干嘛？你把我接出去是怎么着？你洗手不干没明白呀，我也不开别的买卖了。那您打算干什么呢？我结婚。谁呀？我不是，这位您先别急，您再结婚可算二婚。我前面那回啊，他给我唱完了，我高兴，我也给他钱，是吗？哎，唱成前面那回，前那回结婚啊，结婚好啊，来结婚的大个儿，来这。啊，哦，哎呀，这是我们的干。那，啊，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了这倒像刚从良的啊。咱别白想，那么些老底儿啊，多些手续啊，咱们这打板就唱，哎，没有废话，这好，没废话啊。搁底下呢就遭不着雷劈了，那开始，那同仁堂啊，开的本是老药铺。不，哎，我没在药铺里结婚。不是，您说让我唱同仁堂，什么耳朵啊？不是说来唱同仁堂的，我说。您这折都没听对 啊什么？他这多好啊，这结了婚，人要婚啊，我要开花，他要怎么意思？他要开花去。不是，我说你什么意思？结婚呢？结婚，哎，行，哎，你看，哎，你们俩要给我演一断臂山，我多给钱。来，什
毛病，好好唱会不会？唱结婚，结婚哎呀，听说了，给您道喜，给您道喜。哎，对，到晚了啊。哎，我媳，你媳妇儿，你媳啊，你媳妇儿是你媳妇儿，是我媳妇儿。哎，先归他，先归你吧。怎么先归我呀？不是，你老惦记归我。就说维贤呀，跟维贤，你老你媳妇儿叫维贤，那是杨少华的媳妇儿啊。哦，您媳妇儿结婚，哎，跟我这是一码事。哦，给我道喜吧。跟你也是一码事，那太好了。嗯，给您道喜啊。给我道喜。哎，没他什么事啊。他算伴郎，对吧？伴郎，这是。那词儿得好，那词儿得好，那唱吧，来吧，嗯，还得重新培养感情。啊！倒真喜庆啊！这个打竹板儿。嗯，这个打竹板是真有趣儿。大掌柜的，这个打竹板真有趣儿。嗯，大掌柜的娶媳妇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好词儿。你要干嘛？娶媳妇儿。弟，你惦记把我媳妇儿分成几份儿啊？不是，这折口不好听。不好听。哎，换一折，换一折，哎。你瞧，咱每回都有惊喜啊！又改王派了，又啊！打竹板儿真有准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还娶凉粉儿呢！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这不像人话呀！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哎，这好听吗？竹板打，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啊、你娶吗、哦、我这想呢、啊、娶什么甭琢磨、嗯、琢磨别唱出来、啊、心里内心活动、哎、嗯，想都不能这么想你知道吗、说来的巧来的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这词儿不错怎么样哎顺这折往下唱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嗯、掌柜的堂前哈哈笑前边这个铜锣开着道后边抬着八抬轿、嗯、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在中间拜罢着地拜罢着天拜罢着天地拜祖先拜罢着祖先拜高堂是夫妻交拜入洞房您这个洞房真正好、啊、是一头大雷一头的、哎